哎，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平安，今天哈，咱真欢喜，咱而且用一个无同款的方式，啊，咱来庆祝咱2022年的圣诞节。咱即卖伫荧幕看到即个哈，这是咱伫洛杉矶纳米哈，一个艺术家叫做纳米，啊，伊特别哈，为着咱来敬一百度啦哈，因为咱今仔日即个主题，咱是要用这个 C 音乐更新啊，这个来做主题啊，因为 C 音乐更新啊，内面的这个二 B 的来源，就是来自咱这个今仔日咱的所庆祝的对象啊，主耶稣基督。啊，咱即摆是毋是来放音乐啊？啊，这首音乐是顶礼拜啊，伫阮教会啊，一群阮厝边即个教会朋友啊，来阮演奏一个平安暝。好，啊，正安兄，请你来放，好无？我也是请你 stop sharing 哈。我阿未 stop 呢，我刚是 stop 要啊。stop sharing 啊，已经 stop sharing 啊，你也当放。
受伤的芦苇，伊无压断；要花的灯火，伊无拍熄。伊才有真实，甲公理，甲公理传播。哎，南海老师，平安，你伫山顶哦。伊爱开伊个麦克哈。是老师你嘿，你麦克爱拍开。敢有拍开？诶，无听到你的声哦。出一挂状况，啊，开啊，开啊，开啊，哈，都无，又搁无听到声呢，笑。我讲吼，我先来，迄个南海老师介绍一个啦，哈，其实是真难得啦，哈，真难得嘞，伊算讲，伊到八十几岁啊，哈，伊即卖会使讲伊的迄个男高音，哈，会使讲是世界一个啦，哈，啊，伊唔定刚刚是一个演唱家。伊也是一个作曲家，哈、哦，诶、欸，最近顶礼拜吼，顶礼拜伊敢是伫遐咧搬一个迄个音乐剧吼，还是文化中心的迄个青少剧，台语诗词青少剧，李罗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有足注意个听哦，无简单，你兼职你搁伫遐唱甲足好吼，啊，迄是敢是伊文钦诶诗。介意写用你来写，你所写的诗，台语诗诗。嘿 ，OK， 啊，迄拢总改成第几批啊？第八批啊嘛哈。下面合作拢总创作八批，啊，正式发表第六批。OK， 所以是演唱家哈，啊，也是作曲家，啊，佮另外一个较重要的哈，我是讲，这是上难得的，伊就是原来是一个音乐的教育家啦哈，啊，所以咱即马哈。你来讲几句啊，我来找迄个 video 来分享，好无？哈，伊原录一个 video， 啊，咱了后吼，了后你拜托你来介绍这个你的学生哈，挂毕业安尼，好无？哈，好，请讲。哎、欸，你搁个 video 关起来啊？你个声个 audio 开。声音无开哦，你爱搁开。OK， 开啊。哎，好。这样听得到吗？那么可以。有安尼有听，安尼有听。好。啊，我伫这个大学是读这个合作经济系，唔是音乐系啦，吼。啊，有人问我讲是毋是倒一间学校音乐系毕业？我讲我就是读迄个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吼，诶，音乐系啦，法商学院无音乐系啦吼。啊，我是合作经济系，但是我从细汉就是爱音乐啦吼，啊，所以一定啊咧对这个音乐吼啊继续咧追求哦啊个研究啊，伫这个。一世人的中间呢，就是因为少年时阵有去美国的巡回演出，感受到讲外国人听到咱的台湾歌曲，足令啊感动，足令啊安尼欢喜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就下一个决心，感觉讲吼，无重视家己的文化吼，人就会轻视咱啦吼，所以就迄个二十几岁了后呢，就决心啊，要来创作这个台湾歌曲吼。
啊，所以伫即个一世人中间，首先甲盐分地带即个文学家诗人合作，创作台湾艺术歌曲，啊，到东京啊完成了354首。了后呢，即、這个陈伯当呢，甲个只余文钦先生合作，来创作即个台语的诗诗，吼、哦，台语诗诗。啊，即、這个中间啊，就是受到台南地检署检察长吼，诶、哦，即、這个。感召啦，吼！啊，鼓励我呢去台南家乐开设这个音乐班，经常用音乐来帮助这个在家的同学，哦，用音乐来感化伊。所以伫这个南港呢，才有这个机会来熟悉这个郭碧荣，哦，郭碧荣呢，迄当时伫南港内底，就是来参加我的合唱团，吼、哦。啊，看到伊表现真好，所以呢，我就任用伊来做这个合唱团的班长，吼、哦。哎呀，足认真学习，啊，若唔知影的呢，就安尼当场啊，就安尼啊，请示我，我要安怎来解决。所以这中间伊的发声、声音、唱啊，真好势，我是一个真好的男高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呢，佮佫在因为。大家拢爱唱台湾歌吼，啊，台湾歌就会甲因讨论即个台湾的歌词，即、這个诗词哦，较会当讲着台语的奥妙，台语的水，所以即个歌变用伫遐，较感受着讲，哎呀，真心实，台语遮尔奥妙，甲着一撮撮栽落去，开始啊咧专心研究即个台语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有。所以咱决定啊，咱会放伊一首歌嘛，吼、哦。哎，还得很。有咩唱？有咩唱？好，安尼我即摆是毋是我先来放你录个影带哈？啊，你后间再来讲好无？哈。好好好。好，来。所定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我之所以入去南干，去做这个养护。教化的这个工作，就是因为这个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曾永和先生的关系，再是变做副部长吼，啊，伊同时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，因为透过朋友的关系，伊知影讲我迄阵啊呢有成立一团。市中合唱团呐，啊，当时呢，有即款个团体啊，做即款工作个人可能也真少，所以伊也真好奇啊。所以呢，透过朋友个安排，讲要请我去当清操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就去一间饭店，啊，真正办了真清操啦吼，个甲我熟悉。实在这个食饭的中间呢，伊就提起讲，你敢像一边在市中的朋友的合唱团，我讲有啊，迄阵啊在成立啊，特别第二档，伊讲敢会当来这个阮南港哦，做这个义演，哦，啊我知影伊。就是要探武汉这个团的喜讯啦，吼、哦！我当然就甲答应讲好，吼、哦！啊，答应好了，就是去南港安排一个时间，啊，底下为了演出。当时呢，金峰呢就安排差不多600个这个同学，吼、哦，来欣赏一条音乐会。啊，这条音乐会。演出中间呢，检察长啊，曾永和先生按照教会隆重参悟，这是第一排的座位吼。啊，伊就哪听哪歪头，啊，边向一个一同学啊，看大家反应。啊，所以伊啊咧转头过来看这同学的时阵，我发觉足侪同学拢咧出目屎。哎，伊感觉讲，哎，这其中必有缘故啦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伊这音乐会了，
就马上咧发出一个问卷调查啦，啊，这个问卷调查，大家填意见了后，伊回收，回收出来统计，诶，这个数字就是讲有差不多76.6%的这个发现度吼，而且同学拢讲这个节目足好，这个团体真好吼，应该呢将这个节目来推荐给全国的这些同学。有这个机会呢，共同来欣赏，啊，所以伊就一个灵感，继续个教我研究讲，是不是来做这个讲述的这个巡回演出啊？讲真好啊，因为这个有意义啦，吼，用这个久无看的朋友的歌声吼。啊，唱出因个心灵个声音嘛，哦，应该是会拍动遮个同学个心，互因感受着讲，目睭无看个人，都会当来咧半时间吼，来练习，音乐唱啊遮尔好，哦，咱即好口好手个吼，过来安尼咧，对社会造成即个困扰，哦。会当来启示哦，大家会当讲说讲啊，咱应该吼来改变哦，对这同学都一个帮助。啊，所以迄阵啊，讲要来个上课，因说讲真好，伊都问我讲啊，这个演出经费安怎吼？我这若无经费，都根本袂叮当啦。哦，我定讲一句。艺术，若甲企业界会当合作，对社会最大福利啦。因为艺术家家己会当创艺术，我家己会当创音乐，其他我拢袂晓，免做生意，也嘛无咧生产啥物代志吼。所以即个收入方面啦，经济上当然就是有一个困难。但是，偏一个文化活动啊，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开支啦。亲像海报啦，节目单印刷，吼，即个演出人员的食食、交通，去巷路，在大门，即种种的拢作爱开支，搁在阮即个团员闹演出，我嘛得爱付一寡演出费好用，加减讲来帮助即个市场的朋友的经济生活，无。伊嘛是弱势中的弱势吼，有工可以做诶，就是去做按摩椅啦吼，无工可以做嘛是规日伫厝里咧，所以吼，有种种即个经费问题，所以呢，陈永福先生就讲，要安怎，讲爱着看你啦吼，所以哦，伊攞亲自出面去甲当时诶文建会吼，以后改做文化部。文建会呢，去讨钱就对了。去讨是当然真顺利啦，因官对官咧讲的一句话就好势。咱老百姓吼，讲啊1000句100句吼，都无啥物碍扰着吼。所以呢，一摆去讨，就讨着70几万啦。70几万，我就讲吼，那安尼，就会当来做南部七县市。感受一个爱心送的演出，吼、哦，我着定这个计划吼，南部七县市，吼、哦，你也像台南、南港，还佫这个看守所，佫加这个校管所，还佮三乡，而且外港，都四间呢，高雄，看守所、监所，2间个啦，6间。屏東也是監所吼，在這個看守所都8间啦，所以吼，我想想啊，拄啊在8间吼，拄啊会使做一个甩骨碌吼，做一周啦吼，来啊上来演出，就是照这计划安尼行，所以我来去演出的时阵，就是安尼食，就是監所因。或者同学食，或者即个饭拢菜拢共款，
啊，若有带名的，就是带伫这个教学长诶，遮这个宿舍，哦，啊，教学长宿舍拢袂歹，哦，拢遮一套房，哦，啊，大部分诶教学长拢无带伫因内底，哦，拢是转去厝里，哦，啊，无带伫这个教所内底，哦，诶，遮这个宿舍，啊，所以。我安尼会使讲嘛，真方便啦吼，真方便。所以第一摆咧，在即个演出顺序吼，啊，各方面的反应也真好，吼，啊，再用先生伊就知影讲，诶，即有记得有意义，应该一个来办。所以第二档的是伊个来征求我的同意啊，哦，我讲阿嘛同款即个问题，但有经费啊，无经费都袂定当心。所以一个亲自出马，佮去甲文建会讨，哦，迄个时阵呢，马英九是发布部长，哦，啊，这个文建会的这个主委呢，啊，就是姓苏的小姐，哦，啊，所以伫迄个尾声会演出的时阵，哦，就是伫文建会内底呢，就讲办一个全国的记者招待会，哦，啊，马英九本身呢。来主持，哦，所以报纸大细都看了吼，哦。啊，第一摆去成为演出的前嘛，是因为这款的做法，所以呢，伫这个迄阵啊是八十四年，民国八十四年，所以就有安排李登辉总统啊，就召见，吼，哦，啊，规个总统就是总统府，啊，去向总统见面，讲话，搁一只唱歌，和这个。哦，总统听吼，哦，所以底下呢，真圆满啦。所以第二档的时阵呢，哦，各方面的反应袂歹，所以文建会呢拨110万，哦，哇，110万，我来讲，啊，那安尼吼，我就会使来走全国，哦，他这第二档啊，走全国的感受一下爱心社会演出，哦，安尼，是台湾一周啦。啊，我拢做司机吼，为着要节省成本，啊，我做司机吼，安尼说。啊，所以这个代志呢完成了后啊，吼，哦，这个陈向武先生，我检察长，伊就灵感来啦，你讲诶，有感受到这文艺吼，哦，文化，来这对这个同学，诶，这个啊，调整感化作用有相当的这个帮助。所以，昨讲吼，伫甘肃内底咧来开美术班、音乐班吼，啊，书法班，啊，迄当时拄啊，台南咧，大陆付清阮三点课，吼，哦，美术就是韩明哲先生咧，吼，哦，伊拢加我10岁，吼，哦，是吧？那等于94岁，吼，哦，啊，书法，吼，哦，就是潘景夫先生咧，吼，哦。哎，这种真大牌吼，真大牌啊！啊，音乐也都找我咧，所以阮三个吼，老广阿彪都开始伫南港遮，就入去内底咧来开这个班吼，遐上课啊。啊，结果咧，这个潘景夫伊身体较无遐好吼，就讲遐疲劳啦，哦，所以伫遐教他无。挂档了吼，都无够继续了是啊。啊，韩明哲老师呢，因两个人伊拢白坐吼，拢给我做咧。韩明哲老师呢，哦，伊去继续，啊，继续啊，差不多伊伫遐教一冬话，嘛感觉讲啊，真闲啦吼，都无继续。加我吼，即个音乐嘅工课，我咧按头到尾坚持，哦。啊，我入去是用什么呢？用合唱团的方式，哦，来甲这个同学斗阵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第一节教，哦，教呢得了30档，哦，得了30档，哎，哦，这就是我多有这个机缘，当入去南港哦，去做这个荣誉教会师的这个经过。哇，多谢南海老师啊，诶，分享哈，啊，即摆你含
碧莹嘛有伫遮嘛吼，啊，顶下我知碧莹，你嘛有替碧莹遐甲伊谱一首歌吼，啊，是毋是讲恁逐个要来分享一下？啊，恁两个安怎熟识，遮经过吼，敢会当互咱知影一下吼？啊，我即摆我来找迄首歌来放安尼吼。我留意人讲了，用合唱团的方式来甲只同学斗阵。啊，合唱咧上课，就是因为大家拢变成一种白纸啦吼，合唱当作啥物物，再讲是完全无了解，所以就变成按基础开始吼，先练看谱吼，或者试唱。啊，看谱了后呢，就去教人家即个吼。听感啊，好声啦吼，好声若袂好势，合唱都唱袂起来咧。哦，啊，你后就来甲因研究即个发声啊，发声方法，因为人是一个器具，啊，即个若无安尼加减安尼，阮遐雕塑啊，袂当做一个真好诶乐器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才用种种诶即个方式来甲因啊。三甲研究即个合唱，到甲开始要来唱歌，哦，爱选曲，啊，选曲我拢会请教一只同学，恁到底爱唱什么款的歌？所以因逐个拢差不多是一致啊，拢讲你唱台湾歌啦，吼，啊，特别是台湾的老歌啦，吼，老歌吼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拢选一寡台湾的传统的只歌谣，哦，望春风啦，午夜花啦，吼。啊，再较老的歌哦，因较会熟，所以伫咧教只即个台语的歌曲的中间呢，都无形中呢，都爱讲音乐以外，就是讲着即个歌词啊，哦，因为即个声乐就是声音，人的声爱训练，哦，啊，就是美好的即个声色，啊，音会准，哦，啊，线条会控制得真好势。这是声音，啊，这个声，咱讲声音，声音，这是声的部分。音是这个歌词啦，啊、哦，歌词会清楚，哦，意思交代会清楚，人听有会感动，啊、哦，这合起来呢，音乐甲文学啊结合，这叫做声乐，啊、哦，声音的，这人的声，会加这个音乐。所以，这个台语歌界呢，是就是讲到这台语的奥妙啦，吼。哦，啊，上简单，伫这个声调方面，吼，七声八调，咱拢知影，吼。七声八调内底，要安怎讲，咬字、收音，吼，等一下。嘿，那这种种方面，吼，教人教。啊，你教这中间这歌别用，吼，伊足认真啦，吼。啊，若有问题就是安尼问啦吼。啊，当时咧，我若入去南竿上课啊，我拢吼知影讲伊有趣味，我着讲加减吼，会抓一寡遮台语文啊是诗词遮作词刊物吼，抓入去，啊，互伊去等于偏方啦吼。啊，所以可能我着无用着安遮吼，吸收一寡营养分吼，啊，甲有迄个。做事业这个基础哈，可能是安尼的哈。啊，这是不是这个郭炳，你来分享一下？啊是，诶，即阵吼，伫内底吼，伫咱家家内底吼，阮老师就拢会教一寡圣经的刊物啦吼，啊，较会是一寡台语文的刊物。啊，迄阵我就是有接受着多种台语文学，啊，甲台江时空，哦，台江时空就是咱蔡启扬蔡老师，哦，刘立门师傅伊编的。哦，啊，多种台语文学就是金顺，哦，金顺兄，啊，所以我对伊多种台语文学内底看着足多，一寡台语字我竟然读袂出来啊！我是讲啊，我就三十八岁啊，我讲三十八岁的台语也后许读袂出来，啊，所以改好现，啊，开始，哦，咱厝里去买一台语书店。了后，先啊开始渐渐去认捌一寡台语的字，哦，啊了后也是大量去读一寡文科的部分，哦，啊尤其我对诗，
特别较有兴趣，哦啊，开始去了解讲哦，死是啥物物件，哦啊，一头就栽入去安尼，一内底啊对一面学啊一面写安尼，哦对，2003年开始，安尼。所以伫这个真感谢我老师，伫这内底吼，就是底下有一个叫做扩平吼，啊共班的啦吼。啊，伊就是对创作特别有趣味啦，哦啊，所以我来下课，伊就找伊时间哦，赶紧来找我讲，啊，这作曲到底安怎做？哈，啊，若无着问题，伊是请教吼，啊，做咧歌就叫我提转来看，啊，后礼拜去上课吼，我甲修正，修正了后，伊提转去研究，所以呢，哦，伊个进步真紧，这课平呢。所以伫即个南竿内底呢，伊就创作300首的即个家己写歌词，啊，甲佫作曲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歌词当然伊无讲全部拢是台语啦，伊是老爸是迄个老阿咧吼，伊是老阿第二代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话当然伊样讲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台语毋是遮尔专精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写一寡大部分拢是福建语的遮个。歌曲，爱作曲呢是拢用这个民歌的方式写迄个干谱吼，哦，用人民话说用干谱，啊写一抓，吼、哦，啊带我看，啊我甲我娘甲修正吼，修正了以后，都这中间呢，人这个唱片公司吼，我甲买3首歌吼，去做 KTV 的歌吼，1首3万块甲买吼。哦啊，了呢，就是伫个南竿呢，啊，到协助中间呢，就来出版一本叫做《灵武新闻》啦。哦，灵武就是南家格的意思吼，上面拢是墙啊围条的，叫做灵武吼。啊，这《灵武新闻》这本册出版了吼，应该对国别人有作些迄启示的作用较对啦吼。迄、哦、当时。诶、欸，国平，你唔知道做虾米感想？迄阵对我有足大诶启示，鼓励啦。我是讲，因为我对曲个部分、作曲个部分，就真正较无内涵。虽然讲吼，对老师学遐久啊，都会用看谱安尼啦。啊，伫个迄阵，我开始有一种想法，就讲，诗了会当变作歌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大量写诗，哦，啊，到尾啊嘛是有一寡会特别去想着讲，哦，要写歌，哦，这种想法。所以伫个我第一本的台语诗集《牛仔岛的春天》内底，哦，我就伫个第五集内底就十九首诗，哦，拢是有刻意去押韵甲断底句，哦，来调整。会当变作是歌安尼，嗯，啊，其中嘛有也是阮老师一边拢有补曲啊，安尼。好、哦，所以这首这个来你啊来无影响哈，就是你阵来创作嘛哈，咱感情要先听看卖啊，好不？哎，杨公兄，歹势。啊，我就来放，我就来放好不？好、哦哦哦，你先，哎，放了先，我开来讲嘛。你歌词你加啦哈。哦好，我现在来放。好，好，来。按头前起来哈，我咪一些刷袂当。可能会当从较细声，头歌有较大声。较大声哈。小大声，会使较细声。好。哎，我来 output， 好，无你继续讲，我来甲调较细声咧，好。是，用这首代你也无影响吼，是，阮老师吼，伊特别吼，用伊去丢话啦，吼，丢话啊来做一块叫做你也来的歌，吼，啊，这内底歌词吼是，拢是。加到内底是个名词啊！阮迄阵有一个证书的比赛，哦啊选
内底拢共选十一首的歌曲，哈呢，所以迄届我无比啦，所以内底歌词拢毋是我写，了后顺带用阮老师哈，用家谱曲，经过一冬我的练习啦，带会当发表一条，即块里啊来的歌。CD 安尼，甚至讲毛开一个演唱会，即、這个演唱会迄阵也做热的，演唱会部分较互阮老师来讲，佮有请外口的歌手袂来，袂来主持安，是，即、這个部分较阮老师讲安尼，所以即条歌吼，即条歌的词毋是我写的，真歹写。因为我先做班长嘛，所以吼、伊内底吼有拢总四首合唱曲啊，阮老师也唱一块，其他个两位同学伊也唱一块，我家己一个也唱四条歌安尼啦。伊迄阵都大家拢拢将即个重担责任甩过来互我安尼。所以我家己内底是独唱四条歌，这条内里啊无影响是其中的一条。我感觉这条吼会当代表一般受限人的心境，嘛是我感觉讲，那是对我的种真实的迄种故事，内里啊无影响，确实伊个歌词内底吼，伫个阳光兄弟啊吼，啊个饲个过程吼，我歌词我先来念一遍，因为即摆荧幕看起来可能看到会较细微少。阳光兄弟，你敢准备好势？伊个歌词有一部分，咱有闹大伫边仔个开讲性吼，你有来当看伫边仔个开讲性。好，千秋过你空中，一关的难关，海阔的乡，生命是。Bye.
可以，安尼车停起啊，哈，好，咱就先听到这哈。啊，迄个佩阳兄，敢是嘛要念一首诗？哦，卖使嘿，我有安排一首吼，因为拄啊今仔日是平安夜啦吼，平安夜我是讲，我伫个迄阵写着一首《巴甸的爱》，哦，啊嘛是因为拄啊受着基督吼诶启示啊，加伊个疼，伊个疼心，哦，伫我诶心内面伫个崩架，我写一首《巴甸的爱》安尼。就是甲咱用基督教较有关联的一首诗。我今日要准备 PowerPoint， 嘿。安尼较麻烦，麻烦建明兄。哦，安尼我就开始来念。哦，巴甸的爱。有一款物件，藏在心内，若无摕出来，人生起风台，对路来做歹，失去自由，过了真悲哀，迄就是爱。有一款物件，若对心内摕出来。人生加五彩，地狱沉大海，欢欢喜喜过了足自在，这嘛是爱。啊，爱，爱是光，发射万丈的光彩，照着黑暗的所在。啊，爱。爱是盐，发挥加味的色彩，滋润苦涩的世界。莫阁回头看人过去的失败，应该向前走出重生的舞台，提出人感悟的气概，付出真心的关怀，用那。用咱巴甸的爱，最光最严，创造美丽的将来。是安尼结束。哦，这首诗个，我收录伫个《牛仔岛的春天》伫个第一本诗集内底。多谢两位的分享哈、啊。啊，希望以后然后等去台南的时阵吼，一定安尼亲身去甲恁。甲恁拜访啦吼，啊，听着恁遮安尼，这两位安尼，诶，分享啊，反正鼓励吼，啊，拄则毕竟你迄个歌吼，实在是唱甲真好，哈，互我真感动，哈。真多谢，真多谢。啊，咱即时看到即个季福山牧师哈，伊有入来啊，哈，啊，伊有为咱录一段信息，哈，叫做《拿掉来的戆牛》啦，哈。诶，季牧师，你敢有要先甲咱？讲几句啊！啊，你敢会当个麦克拍开？啊是，听到无？嘿，有真清楚。嘿，啊，真歹势，因为今仔日吼，阮教会有一个活动，圣诞的活动啊，所以为十二点半到即阵拄好转来安尼。啊，两公兄爱我录一个信息，实际上我已经足久无做遮个台文的工课吼，虽然。过去有写过几本册，啊，用台文来写呢，总是已经足久啊离开台文的，咱遮的兄弟姊妹的一种的拍拼呢吼。啊，我常常会带张顺雄去到伫加拿大呢吼，大概一个月至少有一遍会去加拿大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伊会问我讲，季牧师啊，要用什么话语甲因讲啊呢？我讲，若伫家家内底啊，吼，用中文用华语，就是长官训话呢。啊，用台语就是兄弟讲话安尼。啊，所以后来伫家家大部分的时间，伊啦去啊演讲，还是去
啊，传福音大概拢用台语安尼吼。爱其中上爱唱的一首诗歌，就是叫做《想厝的人》安尼吼。咱知迄是詹雅文写，啊，所以詹雅文的歌，伫江下来非常非常的普遍。哦，因为伊较属地较基层，诶，遮个对象来写个物件咧吼，拢是我大部分最常无咧用，无搁咧做代文安尼吼，大部分较实是做遮个感觉个工课安尼吼。往我是拜二会去看遮个较青少年18岁以上个囡仔咧，啊去。感觉大概拜三会去看守所，主要是含一寡死刑犯，大概有20几个吼，伫遐三甲做伙聚会啦。啊，当然遮个伫感觉内底大部分的时间拢用台语较济，因为遐个感觉是足好学台语的所在啦。虽然有个人唔捌台语，总是伫感觉内底就有机会通学台语安尼吼。啊，有阵时啊。拜四，我会去特别感觉，看一寡艾滋病的人，大概50个下面三个做伙聚会安尼嘿。啊，伫台湾的感觉，我差不多拢大家感觉拢去过安尼嘿。吼、哦，因为伫10年久，大概所有的感觉我拢去过，接触遮的兄弟姊妹，毕竟伊，我足久就注意到伊写诶诗啦，是讲伊发表伫教会广播诶，遮诶一寡台文诶诗安尼，啊，所以对伊小可有点仔了解，总是毋捌伫遐甲辅导过安尼吼。感觉诶，工课虽上伫台湾，台语啊吼，虽然真普遍，总是台湾这种参悟的台语的教会参悟的少，吼、哦，大部分拢是华语的教会咧参悟安尼吼。长老会伫这方面虽上有较欠缺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虽然真久，长老会拢会感觉讲爱去关心一寡弱势的群体啊，总是虽上。讲足大声啊，做足少，吼、哦，老实讲是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感觉非常的可惜的所在安尼。伫感觉的工课内底，长老会参与非常非常的少，大部分的资源也是遮的华语的教会较侪，因对遮的较低阶层的人，非常因对团福音趣味，吼、哦，因无拄拄。亲像张老会讲去关心遮个弱势，总是随想做比张老会个真好安尼。哦，所以伫十几年个中间，我有接触遮个，哦，所以我有录一个影片，有咧讲起到大条内底个工具，啊，这随想就是咱知影是台湾通信个 logo， 迄时阵，中国兄开始咧做台湾通信个时阵。设计一个，就是讲，为什么会推动这个台湾的工作，像一只公牛，伫网伫大条内底会当发光啦吼，所以戆戆啊做安尼。我会记得我迄阵有做一个叫做毕业论坛，大概做一年，因为参与的人无偌济，所以我有人用4-5个笔名，伫遐写差不多用要拢总的文章嘿。啊，拢是大概等来台湾了，差不多无阁有接触，因为所接触的人拢甲我讲吼，牧师啊，你写迄册啊吼，我拢看无安尼，所以变做一种传达一寡信息，也是伫好音的工课顶端，会感觉有一个迄、那个功效较无遐大呢，所以大部分的物件我差不多拢是。啊，无过接触啊，即回有机会，咱三甲熟识啊，唔忙会当去了解咱大家的工课安尼吼，这是非常真困难的工课安尼，所以我
伫圣诞节，我着用即个影片啊来做我的要表达的物件咧。啊，梁公兄，你要甲放出去无？好，多谢多谢，季牧师，啊，真欢喜伫遮看到你。嘿嘿，你即摆伫淡水啦吼，你住伫淡水吼？诶，是是，我住淡水。好，好，啊，我即摆来放吼，来。好好。真欢喜大家伫圣诞节的时阵有这个机会通参加做伙，啊，特别伫本土政党今年大败了后，伫圣诞的时阵对伫台湾遮的乡亲，老实讲有一点啊郁卒安尼嘿，总是咱有缘。要对圣经内底特别，这个买造婴儿的启示，予咱来三思。一个伫买造里出世卑微的生命，伊伫33岁就结束，甚至是休了来结束伊的生命。这种的生命，拄开始的时阵，敢若有淡薄人甲伊相佮做伙，总是到伫今仔日，有几啊十亿的人咧纪念伊的性命。所以我要用这个题目，和咱大家想，买做婴仔的启示，甲拉条内底的怣牛，这是台文通信几十年前坑的首页的 logo， 咱要三个来想，咱做一个台湾人，当咱咧推动台湾文化的时阵，耶稣这个人的生命对咱有甚么款的启示？来，先咱要先来听这首的诗歌，叫做《信心坚定的人》。就欢喜，信心坚定的人就欢喜。
伫马祖内底即个英里，你确定安能收完？我等下去开足差嘞，足差，根本就听无咧唱啥。圣经的记载讲，伊是一个拯救的记号，总是这个拯救的记号，却是针对一挂孤独、散赤人特别有意义。因为第一个圣诞暗时的时阵，这对夫妇。翁婿已经真老，妇人人是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因对伫北部的拿撒勒，来到伫南部一个小城市叫做伯利恒，因要找生囝的所在，总是无打算，因受拒绝，故不离中就伫。真乖的暗时，将这个囡仔生在马祖呢。因为这种的因果，圣经一家特别记载安尼讲，唔免惊，通欢喜。我要报予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的放在马祖呢，这就是记号。忽然间，因感受到有一大堆的天兵，甲一挂天使，伫遐咧阿罗上帝讲，伫至高的所在，应该归服上帝；伫地面平安和平，归服伊所欢喜的人。因为这种的信息，直到耶稣等于大汉，到二三十岁时阵，伊第一遍。在故乡的犹太人的会堂，伊打开犹太人的圣经，伊读这段的经文，表示对于过来的生命的定位甲认同，伊的生命的愿望要愿到去。伊安尼讲，主的灵伫我的心上，因为伊用油抹我。让我传福音给善恰人，找见我报告受猎的对着头发，找明的就看见，让那些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报告上帝欢喜人的喜乐。这是耶稣，他对你自己生命的定位，他愿望通过他的生命，会当让一挂人被善恰人受猎的，看未见前途的愿望的，让因伫受压制中间来得到自由。伫最近台湾有一支电影，作者乡亲去伫遐看，叫做《流马哥十五号》，这是咧讲起到一挂因为思想。失去自由，受虐，因伫家格中的一个呼唤。伫2012年，周启明先生，伊用下骹这个人叫做徐水权，邮写68张的批，等于伫。加格的中间，伊按照这68张批，伊写一篇的小说。后来最近姚文帝就将伊甲拍做电影。伫这个电影内底咧，讲起到因的狩猎，免了有五棒，徐水权下骹就是少年真水的查某囡仔。伊伫最后一年，伊写第68张批，1956年的7月2日，伊甲伊的妈妈讲：“妈妈，因为咱有信仰，我相信
上帝会甲我投保。无偌久，你有寄予我几块布啊？我毋忙会当帮衬一个家落内底细汉查某囡仔，会当甲做啥？总是请你搁予我寄较济的布予我呢。我真想念你，总是无拍算。经过三工后，一个洗水款甲伊的朋友丁窈窕就予人枪杀。丁窈窕未用枪杀的时阵，伊的查某囡仔扭条条讲：“我的妈妈是一个好人，请你唔好甲伊枪杀。”在这个电影的中间，咱看见刀秋平、林丹，伊唱出原住民的牧师林大庆、林庆大牧师写的一首诗歌，叫做《少年我的故乡》，我的生命活了真好。这些受虐的人的中间，因有甚物款的愿望对待因的生命？但知影伫这张相片内底，因是坐伫淡水教会头前迄个阶梯，上头前这个人，伊是一个法官。有一届，甲阮办公室举办的郊游，上车的时阵，伊甲我讲牧师。莫讲我的身份安尼，因为规车的人拢是精神人，甲一挂安置的囡仔，总是无打算伫阮郊游结束，要倒转来到伫台北的时阵，我请遮的精神人甲囡仔伫遐讲起到，因的性命安怎来得到转变，结果感动这位法官。伊就站起来，底下家己做告别讲：“我是一位法官。”底下未参加咱的交友进程，我认为这的精神人拢无改变的困难。所以当我一届每一届咧判一个精神人的刑度的时阵，在我内底无存愿望甲怜悯，总是今仔日。我听见恁的见证，改变了我对精神人的看法。不偌久，这位法官就走来到离阮办公室，伊讲：“牧师啊，我敢会当伫遮来洗呢？因为我相信，迄位会当予人对世人中国话。”转化罪人生命，这位上帝是我所相信的上帝。在台南，阮有一个苏工，底下阮有一个叫做盖独村。每一年的圣诞节这个时阵，拢会去给因洗礼。一年大概有25个精神人盖独的人，底下。转化因的生命，伫遐受洗礼，总是两年前，当阮去洗礼的时阵，这位戒毒村的管理主任，伊看见遮的人生命的转变，伊就讲问讲牧师啊，我敢会当甲因三甲做伙洗礼？伫圣经内底，耶稣捌安尼讲。一个罪人悔改，伫天里做伙欢喜甲快乐。每一年伫台北感觉都拄好看见这个画面，有一群的人因伫遐来受洗、立志，更望因的生命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每一年，阮的机构大概。有得600个精神人关心因的性命，伫家格分骨子，因愿望有一个新的开始。
伫每一年的年底，阮来邀请一挂经新人的囡仔，甲因音乐训练，甲因辅导，然后带因到伫比因国家卑微、无望望的一群人，伫天母的重智障的囡仔，伫遐因三甲做伙吟诗，阿罗上帝，当因看见这囡仔的时阵，因感觉因的生命伫寒天的时阵，也会当过带予遮个重智障的囡仔，比因搁较无希望的人，底下一点仔温暖。每一届晚上甲做伙的时阵，拢伫遮个卑微的生命的中间，伫因的面容看见亲像天使迄种微笑的面容。听爱关心，甲上帝三甲做伙来培养，捏造一挂上帝交予阮四修为者的性命，亲像这张图底下所写的。咱知影常常抢物件，讲一个物件对光源无相像的方向照射，会当现出无相像的画像，像这个物件对正边照，是一个年老的老大人也乖啊；对倒手边照去，是一个拄出世的红衣啊。像这个画像，咱看见这物件对正边照去，是一个天使；对倒边照去，是一个惊人。真像无心啊，同款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的性命难看，是卑微，是残酷，无望，总是对着上帝的光照、光源来看，伊种让人惊惊的面相，伫内底，要上帝予伊的灵魂，有一天也当成做帮衬人。天使，耶稣的性命，咱看见出世真卑微，带你买做。当伊性命结束的时阵，伊是死伫残酷、羞辱的十字架。这种苦痛的记忆，到底今仔日转化成做上帝听的疤痕。一人来当了解上帝伫十字架顶迄种为着人所忍受的痛疼，伊才会当晓悟上帝怜悯人迄种的疼痛。下骹这个图面就是伫四年前，我伫上联一届的工作做工员的时阵，感觉一般。突然瘫痪了呢，还就送去台大，发现是主动脉剥离。主动剥离急救的时间敢若70分钟，伫病床的中间，伫我咧思想，到底耶稣的性命，伊的出世，伊的传道。伊个十字架对咱有啥物意义啊？无，一个人也袂当了解上帝迄种为着人伫艰苦中挣扎迄种的痛疼，就袂当了解上帝对着咱每一个人伊所创造的人迄种的疼痛。当耶稣伊个生命到你最后的时阵，又进入耶路撒冷，一个人拥护伊，毋忙伊罪恶，总是无拍算伊拒绝，伊上十字架，正做一个受犯，承受一个苦悲，接受上帝予伊的性命的命定甲安排，特别是迄个时刻。所以最后伊体会讲，爸啊，求我脱离这个时刻，
中华原为着这个时刻来的，我袂当接受这个时刻，我的生命就失去存在意义，我就袂当得到迄个有历史感的一个荣耀。改革中张乐会因有一个 logo 叫做分离不悔的标志，咱常常看见这个标志，这个标志在提醒一个无受焚烧的气魄袂当发出，让人感受未到的荣耀。咱看见吃麦那无真正落土，伊就袂当结实最最。伫1888年，有一个25岁少年囡仔，伊来到伫台湾，伊个名叫做卡文罗索。伫1888年，伊到伫台湾，第二年。伊甲甘为人牧师伫中华丢失中华医馆，无打算两年后，伊25岁时阵，因为伤寒死伫家己。25岁时阵，伊道一句话，伊讲敬天主，那因为我的工作已经完成，请允准我离开这个世间。我可以听候你的呼召，请将我埋葬伫大厦的所在。25岁就结束，伊伫台湾宣告4年，总是伊生命毋是安尼就结束，伊亲像一粒麦，伊的生命的动力感动，伫英国。在南台湾，刷下去，伊的囝南台毕，别囝两代伫台湾工作85年，一个生命，因为伊活出按照上帝给伊的命定，找到伊的意义甲价值，就真多有动力的震撼。影响南台北的北京，在台湾服侍85年，咱看见同款，在中华嘉伟牧师，伊继续这种的感动。伊55岁时阵，伊牺牲伊的生命，伊为了主做工人，尽忠到死。伊20岁时阵。因为一次受伤，差一点仔无命。迄个时阵，伊甲上帝讲：“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交伫你的手中，你按照你的时刻、你的路用来用我这个生命。”所以后来，伊就对伫日本转来到伫台湾，无讲半句话。甲遐个海格较区的人生活斗阵，到伫丽林沿海，遮个小二麻痹的囡仔生活斗阵，到伫台南，到遮个乌卡边的患者，三甲生活斗阵，伊整个的生命就亲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款。按照上帝给伊的命定，时刻活出上帝爱伊活的生命。虽然55岁就过身，总是伊留予台湾、台湾的基督徒、甲咱遮的乡亲真大的笑脸。所以，今咱会听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就是。齐柏林等于在5年前1027年6月7日伊的生命结束的时阵，一群囡仔为着要感谢
伊留落来的脚镣，为着台湾的贡献，因搁一届爬上玉山，唱这首的诗歌。这首的诗歌，英文叫做《In His Time》。伫主的诗曲内底，伫主的诗曲内底，你和万事拢美好。求你提醒我，逐日教导我，知影做这一切拢是你的诗曲。伫你的诗曲内底，你和万行事拢好。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，更满我所唱的诗歌。会当得到你的欢喜，在你的诗曲内底，予我的生命正做一个俄罗斯的诗歌，请咱来听这首的诗歌。齐柏林伊的生命亲像拉条内底的公牛共款，总是伊最后虽然52年那定。总是伊留落来，台湾人为着伊的性命来拍酒，来娱乐，来感谢。
最后，咱也要请听这首的诗歌，这是阮教会诗班所唱的。因唱的诗歌讲：我要很快乐的感谢，我因为上帝给我的生命，活在这个时刻，活在这个土地，活在这个空间，来跟上帝讲感谢。耶稣出世的时阵，两千多年前。他出世在马槽里面，无人会打算他的生命会真多对世界这么大的贡献。他死在十字架顶那种的受辱，留下的生命虽然33年久，总是是一个让咱通学习、通感谢、通学乐的生命。请咱三甲来听一首的诗歌，我要献上快乐的感谢。感谢纪牧师的信息。咱即摆刷落去哈，过来听一首即、这个福音歌曲哈。了后咱就来结束哈。要离开的，因为即摆台湾真晏哈，要离开的人会当先离开哈。要留来继续咱留伫遮开讲，所以请静恩兄你来准备哈。期待进进过板块。看法无同款，想法无同款，做法无同款，所以伫有意无意的当中，人会去伤害别人，有时人嘛会受到伤害。这个时阵要安怎样办呢？听看卖，音乐请了。Thank you.
大家 Merry Christmas！ 啊，咱今天 Merry Christmas！ 啊，啊，咱迄个今天的正式的节目啊，就到这哈。啊，今天哈，可能这个因为 Webex 在上哈，这个效果不是真好哈。啊，咱会订个制作哈，啊，放伫这个 YouTube 啊，大家较来较来看哈。好，安尼 Merry Christmas！ 哈 ，Merry Christmas！ Christmas！ 下季无输，啊，就下迄个。南派老师，嘿，阿个对象，对呀，对呀，顶多了，小 Christine， 嘿，哇，你明仔载透早个爱去讲道哈，哎，我明仔载搁几工安尼，呀呀，嘿，好，正言兄，敢会当拜托你，你甲迄个，若有时间吼，甲碧莹迄个唱一条歌吼，搁甲含迄个歌词，同齐来听来拜。